原标题顺治期间的一场乡试舞弊案让20个官员人头掉地。1657年8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，位于江宁今南京市的江南贡院迎来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江南乡试。这是清朝入关以来举行的第五次江南乡试。顺治皇帝很重视这次乡试，当时李伯林选了主考官、副主考官及其同考官共计20人，主考官为方友，副考官为钱开宗。顺治皇帝亲自接见方友和钱开宗，千叮咛万嘱托，告诫他们要秉公选拔贤才，切勿徇私舞弊，倘若行为不端绝不轻恕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方友和钱开宗辜负了顺治皇帝的殷切希望。方友和钱开宗等人到了江宁，主持了江南乡试，并在监考录取过程中徇私舞弊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乡试还没开榜，外界就已经对此议论纷纷，传得沸沸扬扬。考试结果张榜公布后，一些传言得到了证实，江南饱学之士游动，汤传颖等名落孙山而已。一些才低品劣之徒榜上有名，让人大跌眼镜。张榜公布的地方位于江南文庙，这个结果让许多落地士子感到极为不满，他们大呼考场不公。一时之间江宁城大街小巷都轰动了，方友和钱开宗等人感觉到群情激愤，不免心慌意乱，他们匆忙收拾行李登船离开江宁。考生们闻讯赶来，一边大声叫骂，一边向他们扔砖头瓦片。方游和钱开宗等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子弟，此刻却如丧家之犬一样斯文扫地。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，没过多久有人匿名撰写了一出剧本《万金记传奇》，在江宁一带特印发行。这本书的书名就直接讽刺方游和钱开宗两人，因为方字去一点是万，钱字去半边是几。剧本中的故事说，江南才子沈来、杨云进京应试，名落孙山，三个纨绔子弟假斯文，成不识未无知，却通过作弊金榜题名，分别考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显而易见，仍然是影射这次江南乡试。同时顺治皇帝就收到了两份弹劾奏折，一份奏折弹劾方由徇私舞弊录取考詹使方拱前的儿子方章越为举人，一份奏折反映江南同考官功勋出考场后遭到考生羞辱，大有可疑之处。顺治皇帝立即下令彻底调查这件事。首先他将所有中举的考生招来京城进行复试，复试的地点位于紫禁城太和门，顺治皇帝亲自主持。在复试时，监考官在旁边虎视眈眈，护卫士兵更是持刀肃立，考生们惴惴起立，在惊恐万分中完成了考试。复试结果出来了，有14人成绩不合格，被取消了举人资格。随后顺治皇帝继续进行追查，查处了方游、钱开宗等人受贿的事情。最终顺治皇帝下令将主副考官方游、钱开宗的及正法妻子家产及没入关，其余18名同考官全部处绞刑，其中卢柱鼎已死。相比之下，顺治皇帝对于参加舞弊的考生没有痛下杀手，而是网开一面，只是将方章越等8名考生各择40大板，家产及没入关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刘喜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）。在这些考生里，有一个比较倒霉的人，叫吴兆谦。吴兆谦出生官宦世家，自幼才华横溢，10岁就能写《京都赋》。吴兆谦也参加了这次江南乡试，并一举考中。然而，由于受到牵连，也被送到京城参加复试。在复试时，武社林立，
持刀斜两旁，吴兆谦站立不安，没能写完卷子，被除去举人功名，则打40大板，家产即没，父母兄弟妻子全部流徙宁古塔。这江南乡试舞弊案，共有20名官员掉了脑袋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科举考场风气为之一清。参考资料：清史稿，丁酉江南乡试案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